第一题，下列哪些是例举的单位？我们晓得例举就是例币乘以例，所以它单位有个是例的单位，有一个是长度的单位。那么 A 牛顿公尺，牛顿是例，公尺是长度，所以甲是正确的。乙焦耳，焦耳是能量单位，所以乙是不正确的。丙公斤重公分，公斤重也是例的单位，那么公分长度的单位，所以丙是对的。丁公斤公尺。公斤是质量，要公斤重才是力，才是重量，所以呢，丁是错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甲跟丙是对的。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些是例举的单位？我们答案选的是铢、锦、甲、丙。